妈，子莲没啥活，我就不下地了啊。那上哪溜去？公公上街买上，叫我陪他一块去。出去逛街就穿这衣裳去吗？家里可没衣裳了。我说换嘞，忘了。你们就换去吧。好。妈，我走了啊！你那包里提的啥？衣服拉链坏了，正好去修修。那补完衫就白了，还要弄啥？知道了妈，那我走了。走路慢点。好。公公，咱走吧。你穿的这咋干活呀？我这带来了。哦，听说那个老板脾气不太好，要不是陪你去，我都不会想去。没事，只要咱好好干。哎，这啥药？吃啥嘞？我让你给我找俩临时工，你给我找俩女的，办事能不能过点脑子？男女不分呢你啊！老板，俺能干。行行，干吧。女的一天200啊。谢谢老板。嘿，能干不能？不能赶回家带小孩去。老嫂子，你哪去？我去溜溜。你这日子过得怪潇洒的。那是。婷婷，明天我不来了，也累了，你自己来吧。行，你没事吧？你坐这歇会儿，我来干。婷婷，你咋这么拼呀？干这活虽然给你钱多点，但是腿累了。没办法，一瓶哥两三杯，我这当闺女的不能不帮忙呀。谁生病了？严不严重？俺娘家爸，慢性病，药不能停。这事你没给小雅说吗？小雅创业也不容易，这段时间生意不好，钱都压个货上了，我也不想给她添麻烦，我干两天就给她吃一段时间的了。唉，谁都不容易。喂，妈，你又回来吃饭了？我和红红正吃着好吃的呢。昨天带了几顿回来？咱家来钱了。我让吃不行吗？行，等我回去给你做。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宁红，这个药麻烦你给我拿五盒。妈的，
哎，那俩女的，过来工钱给俩结一下了。哎，你的。哎，你的。老板，不对吧？哪是300？不是说女的200吗？哎呀，都什么年代了，男女都一样。谢谢啊，老板。嗯，你钱有。走。不用了。哎呀，先拿着吧。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，把它别在妈，我回来啦，妈。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，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，摘花瓣做翅膀。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，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。三月呀，萱草花开放，每一朵可是我牵挂的模样，人生的路，他的路，我从我从不曾离。这马咋还没回来？喂，哥。甜甜，你来了咋不吃了饭再走啊？我几个没去啊。那是牛奶给咱妈的药是谁送来了？啥时候的事啊？下午4-5点吧，我没在家，回来就在门口放着了。哦，好哥，我知道了。哎妈，你上哪去了？我去柳去了，你们吃饭吧。好。妈，女儿是不是你送的呀？妈，你咋知道的？你能瞒着我吗？婷婷，家里永远是你的避风港，有啥事儿跟我一大讲，跟妈讲，别傻乎乎的自个扛着。你记住，就要天塌下来，还有妈嘞。妈，傻孩子，你们吃饭吧。牵挂的模样。